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MC 话题吧。哇哦，怎么都打仿了？嗯，模仿一下自己总得了第一。如果你去辞职，说出你心底史上最霸道的辞职理由，人生有限见，如果再遇你想捅两剑，是什么鬼？谈谈你和哪个队友关系啊？反正，哦，怎么都好长啊！我是不是不？你是不是不太能理解这些话？我就句子一长起来，我就要从头到尾去理解一下。我觉得你念都要念五分钟，哎，一条一分钟。要理解一分钟，那我们选哪一个呢？歌词曲目反串，用一首歌的曲调去唱另一首歌的词。哦，输的对每一个成员撒娇。哦，就是用这首歌的曲调去唱另外一首歌的曲调，输的就要撒娇。之前是不是也就是有一个相似的，就是听那个歌曲唱另外一个歌曲？那个时候好像是戴耳机。对。演绎台上，嗯，那我们选，你们想要选四吗？我的都可以，看你想撒娇吗？我，他不是跟你是我输呢，好吧，输呢，那我们就选四吧。你想唱歌什么？对，他就想唱，看出了表情，看透了你的心。没事，我们不想讲，我们再换别的。嗯，那就让这一看就是你的粉丝投的吧。对，是吗？那个头像不太像啊，不知道哎。幼稚园里有拖拉机，头像是谁啊？头像是谁啊？认不出来。哎，好，那就让丽佳先开头。那我们要唱什么歌呢？你想唱什么就唱什么。对，唱啥呢？你想唱什么？然后就随便放一个了。就是他放这个空台放音乐是不是，然后我们用另外的唱。嗯，应该是不同的两首歌。对，哦，就比如说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的。哦，好难哦。那要放音乐还是我们自己清唱好了？那我们来要，放音乐吗？啊，不用。哎呀，你自己来。来，给我搞个难度一点的，比如说你用两只老虎的歌词唱小星星。嗯啊，怎么唱小星星？怎么唱？两只老虎一闪一闪，小星星。哦天哪，张不开口。来来，我想请现场的观众朋友先帮我示范一下，我实在是开不了口。有没有朋友会的？很简单啊。谁？啊？谁会？有没有人帮一下我求助？现场求助。你再往前就下属了。来。那让老刘吧，陈星云来试试。陈星云应该可以，他刚刚说很简单啊，是唱是那个感觉还不错。我真的开不出口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亮一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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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亮晶晶，亮晶晶，这种吗？天哪，好厉害哦！用两只老虎唱小星星，用两只老虎的调，用两只老虎的词唱小星星，亮一唱小星星，亮。两只老虎，亮晶晶。两只老虎跑，两只老虎跑，跑到那里去？在唱什么？太难了，谁选的？这个会不会你选的？两只老虎跑得快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，唱得跳跳真奇怪。很简单。哇。我们菲菲不愧是 A 班的呢，哎，不对，我们现在两个都没有班，无班可归，我们两个是。我们俩是要被拉入黑名的。对。那我想听慢会。啊，我这个。你唱歌那么好听。换一种。我觉得你今天是在为难我，我的嗓子都变这样了。不要选那种金曲，就是华语金曲的话，你根本唱不了，你开不了口。你唱一些陌生的，大家没听过的，说不定他就觉得哇，原来是这样唱。来唱一首你平时喜欢的曲风。我唱戏曲、嗯、唱戏曲。我现在平时就你会唱什么戏曲？他平时就一直在唱。你会唱黄梅调吗？会。夫妻双双把家还、啊、来，他用野狼 disco 的词唱夫妻双双把家还。野狼 disco 的词是什么来着？桑雷的发，桑雷的发。我想回家。送你的花，带你回家。什么？
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完了，这唱的是《女驸马》呀，你这唱的不是《佛心黄梅戏》。黄梅戏是怎么唱来着？树上的鸟儿成双对。树上的鸟儿，嗯，生来的发，带你回家。什么来着？后面那个词儿，送雷的方向。欢迎找首你会的吗？你会的也行，对，就展示一下你的歌喉。我只是想听你唱歌而已，对。让他唱一曲吧，唱一曲，不用带词了。对，你唱一曲，你想唱啥呢？曲，唱戏曲。反正我每次我是说我唱歌的时候，你们都说拿个茶壶在旁。对，就是感觉已经步入了一种老年生活。对。那唱那个什么《牵丝戏》里面那个那段嘛。嗯，好。三尺红台万事如歌吹，长别酒杯不成杯，十分红出京城回，愿谁记得谁最好的年岁。好听，哇，太好听了。而且你唱歌怎么这么好听啊？我要向你学习。我让你唱一下。你俩干脆互相掰头发。我们可以在观众席。怎么突然就变成掰头了？我好有压力，作为前辈，对，有压力。那换到出个题，给谁出题？兔子吧，给洪静雯吧。等等，我给自己出好题了啊！来啊，然后我好聪明哦！我刚刚一直都在复习，有在预习。我用《小星星的语调》唱《死了都要爱》。好，来，死了死了都要爱。啊？我们这是两只老虎哈。哎，等一下，小星星怎么唱？这是小星星啦，那是小星星吗？是小星星。闪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。死了死了都要爱，死了都要爱，不鸣金枝不痛快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死了死了都要爱。行了，不要再爱了。什么都要爱，好了。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我觉得太难了，我够不到那个感觉，我觉得太难了，不然我们来玩那个就是 battle 吧，唱歌 battle， 然后我们来找一个刚才曼慧唱了嘛，然后我们找一个场上最厉害的人，最厉害的就是唱歌非常优秀的，在暗示自己，走了，不是。前面没有把舞台让给他，我不是很厉害，我在 A 班得分真的很不好，就是分数很差，对吧，刘丽菲？我们 A 班第一耶，我靠书面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那就让刘丽菲来吧。啊 ，battle 一下。我不会。你可是要扛起 A 班的大旗，加油，来嘛。认错了 ，A 班第一，我们对 A 班第一是曼慧。哦，是曼慧啊，不好意思。对啊。哎，不是，这哦，那可能是初代，然后曼慧是二代了。对对对，三代我一定要拿第一。好了好了，你先把你的乐理知识学好再说。好了好了，菲菲来，菲菲来，我来干嘛？唱一首歌嘛。唱首歌唱什么 ？battle 一下吗？风雷雷发，我想要带你回家。你好水啊！那金鱼来吧。好，我超想听金鱼唱歌。唱什么？就好听的，就展示你想唱什么，就唱什么。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刚刚唱正负的词。为啥呀？那就清唱。哦，我现在特别想。哦，你有唱过正负吗？唱过。就台上谁会唱正负？你应该不会。你会吗？他会啊。你会吗？你应该也不会。我也不会。那我会，我们四个都不标会哎。啊！那刚刚跟我唱正负的人是谁？我想学，就是。我也想学。教教我们嘛，你们。嗯。来嘛。音乐，谢谢正负。你们。都不会吗？不会，真的不会。我会，我上次就上了。刚刚会，现在不会了。突然不会。对，忘了。哎，怎么唱来着？我连词是什么都不知道呢。给个音乐，谢谢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谁先来着？前面是一起来的。
这首歌不能互动。花破的伤，谁又曾在乎过？时间太久，想起来仍然还觉得痛。No right, 他们唱就觉得很虐了。我觉得我们得来一个甜蜜版的，那就让我跟刘丽菲来示范一下。哎呀，看吧，我就说在暗示自己。没有，是、我们唐阳、你注意点。口红是吧？没事。来，我们来一个正负的特别版，将由我跟刘丽菲两个人倾情出演。继续放吗？我只会唱第一段。这是第几段？第二段。多少经历过后，我们便无话不说，只好怎么将沉默打破，直到分开的时候才后悔。Roll or ride, left or right, 是非没有绝对，正与负一线间 different， 绽放微笑的那一瞬间，一个眼神就说明一切，不需在乎是否能永远，我们并肩 never to the end。 这是在不会忘记此刻的笑颜，这有点眼熟，很特别。风会在心底无尽盘旋，那美好回忆画面无数密码。好，可是只是这个在唱什么？太高了，哎，不行啊，这个感觉互动不起来啊，这首歌怪尬怪别扭的哦，这互相对对 对, 对, 对，尝试一下嘛，还是可以的，就人要学会懂得挑战新的事物，对，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那高音不是很想挑战吗？我回头一定要听一下录播刚才刘丽菲的高音。不来了。对，好的好的，那还有兔子。啊啊，来兔子，那我都是唱很低沉的歌，没事啊，你唱歌也好听，没事，加油。你跟曼慧，你陪我唱吧，对吧？曼慧跟兔子吧，我俩应该都会很比较喜欢。我现在是非常适合低。你们会不会唱 By Two 的歌？啊 ，By Two， Run By Two， By Two， 哦，会吗？啊，不会啊，算了，年纪小，算了。你们可以看看你们有互相是都会的，你提一个你们喜欢的古风的歌曲，你提一个。红昭愿。红昭愿吗？我好久没唱了，我也是忘了都。你要不你随便来一个都可以，唱首会唱的，加油。会唱的，你们有没有想听的古风歌？就是浮生未歇，会不会？哦，翻了个白眼给我，又暗示自己。春夏秋冬吧，春夏秋冬吧，来吧来吧，我们正好会，大家都会。对啊，就早早点比较好找的。很高啊，让他降个调嘛。哦，没事，我帮你伴舞。有伴奏，我们伴舞团。好，哇，你们都那我就是我们都会，那我就是那个打 call 的，我不会。来来来来，哥换个音乐吧。有春夏秋冬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他说没有伴。太菜了，那就随不用伴奏啊，不用伴奏，我就放个原唱也可以。哦，用我的声音可以啊，用我的声音。开头我不会。今天穿什么上衣搭心情，好天气配上我的好运气。空台睡着了。在怎么？那他的，因为小小音符却浓情蜜意，你是我的巧克力。然后你了。清唱吗？那可以吗？我们给你伴奏。咚咚哒，咚咚哒，咚。
是你的吧。今天穿什么上衣搭心情，好天气配上我的好运气，想的旅行在人海我遇见你，愿我卸下衣服却弄清秘密，你是我的巧克力，空出小小时间留给我和你。 Lisa I think baby baby， 用我的歌声发出邀请， I hear you sing girl baby baby， 四十八小时好棒好棒好棒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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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感觉公演在倒放感觉我们又回到了快点了，再我就十八个闪耀瞬间了，快我们讲深处吧。好了，我们深处有深处ID 是来自非洲的啾啾，在吗？不在啊，你们好了解哦。你好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虽然今天你没有在场，但是希望能够之后在 B50 啊或者其他场合能够看到你的出现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越来越可爱，谢谢。好贴，谢谢。还有伸出的吗？我有两个伸出。然后第一个伸出 ID 是薯条啊，薯条想和酸辣酱做朋友，对，他没有来到现场，对，那祝你生日快乐，然后今天是你陪伴我的第701天，对，701天，然后虽然不知道以后的702、703、704天有怎么样的样子，但是我相信有你陪伴的日子里面一定是最好的，谢谢你。耶、yeah. yeah. 你什么时候讲话这样啦，黄静文？对，你好烦啊，请你以后也这样对我讲话哦，滚。还有第二个伸出 ID 是静静，静静在吗？开啥呀，够矮了，真的够矮了哈。然后祝你嗨生日快乐这反差会不会有点太快？没有，生日快乐。然后其实感觉其实你像一阵风一样陪在我身边，不是因为风里有你的味道，是因为每次转头都可以看到你的身影，然后让我感你干啥捂住耳朵呢，你是不是你干啥呢对，然后希望以后我的身后一直有哦，好，身后一直有你的陪伴，谢谢你。没有了吗？那么请大家还有 ID 是 small potato 的同学，你好。那个就是呢，那个我的情书还没写完啊，希望我们的故事也能像情书一样写不完，生日快乐。哎呀，这哇太刺激了，我下次坚决不能跟这些人一组。那么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的歌曲吧。耶、yeah. yeah.